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山里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感性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那些多一点点，让我能彻底看。我们欢迎黄小丽、吴君如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山里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感性。Oh baby。我们从去年姐姐的时候有在台上表演过，再来好像就这一次了哈。对，我这个耳麦新定的，上次谈笑一声之后，这是第二次用。谈笑一声之后，大家还记得谈笑一声吗？你们还记得我们谈笑一声的 ending pose 吗？想看？想看。一、二、三，大。我今天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来到成都，其实真的会想到好朋友。然后景言跟小磊，其实各自都在各自，我们分道扬镳之后，各自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。景言也在拍戏，小磊也拍了好多部电影，我们都要一起支持好吗？他们今天真的是特地赶过来，然后来参与我的演唱会，真的非常非常感动。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见到他们闲话家常的时候，一度我真的，我觉得我都快要感动哭了。我刚刚在下面，我看你，哎，我刚刚在下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你的那个回放、彩排啊什么的、然后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下来。我突然回忆起有一天、心灵特别的晚的时候给我发了张照片，血乎乎的，他的鼻子做完手术的那几天、已经做完手术快十天了，还在有那个伤口的，对，还有这些伤口，所以他其实太能忍了。我看他的那个，他简单的说了一句，我就鼻窦炎嘛，其实我说哇，他哪是鼻窦炎，是做了好大的一个手术，我真的是在上面眼泪就上来了。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个、然后就回忆到那个时候。 对， 对，因为我们是真心一路从姐姐的时候认识下来的，一路的真的好朋友，我们是真心相待，所以我很感动这一场成都的演唱会有姐妹的相伴。我们后面我们就继续这样聊天聊到十点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因为之前我记得去年我们在云南录节目的时候，然后心灵说他要开全球巡回演唱会，然后我记得我跟黄小磊说我们要唱现场，唱现场。对，就是心灵他虽然我们第一次认识他觉得他非常的甜美可爱，但他真的在我们心中是非常仗义，然后非常强大，强大，内心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女生。然后一年后没想到，真的，我是成都人，然后没想到在心灵的演唱会上，然后居然回家了。是回家了。对，就是他是七岁到成都，十七岁走的，所以我在成都也是生活了十年。然后这次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在成都开演唱会，参加了演唱会，所以特别的感谢心灵。感谢心灵。没有，我要真的谢谢两位好朋友。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给他们最大的掌声。谢谢，拜拜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武成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彦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清。我是陈君。我是沈周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文化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